西西，你怎么把你的衣服坐在屁股下面？什么东西？站起来，把你衣服拉开一点。我只听懂站起来。衣服拉开一点。你说我的裤子吗？衣服。我裤子穿好了呀。你屁股下面的衣服。我看看。原来你说的是拉开一点，这个。掀开一点，掀开一点。早说清楚一点嘛。对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不要再来打扰我了，我得挑一个舒服的位置。这里不错。又坐在这个位置来看手机，把手机给我，不许看了。你好烦呀，不是说没事了吗？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才刚刚完。你不要啊，不要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不要你走开。把手机给我，就不给。那我来给你换，我拿这个给你换，来，我来给你换。你有毛病吧？要不要嘛？我才不要呢。我拿小狗给你换，也不要。拿什么都不换。我拿八宝粥给你换，都说了什么都不换。都不要啊？不要，你快点走开吧。那你要什么？我都懒得理你了，你走开就可以了。我就不相信不能把你手机给换下来。拿个橘子，来。不行，那我来两个给你换，那我来两个给你换，两个我也不要。来来来来，给你，走开走开。不饿吗？反正我就是不换。拿来吧你。你怎么这样，抢小孩的东西？手机不给你，不给你。你快还给我！看什么东西？还给我！不给你。怎么能这样欺负小我给孩这个子？给你。好了好了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好吧。反正你也打不开。坐起来，坐好一点。你很伤心吗？当然伤心了。你没看见我在哭吗？都不知道哄一下我。你装哭给谁看？我没有装哭。你看我是真哭。你的眼泪呢？等会马上就有了。十点进，再十点进就出来了。你叫一句爸爸，我就给你。才不叫呢！你就知道骗人。来，你叫一句爸爸，我就给你。叫一句。先给我。叫一句爸爸。你先给我嘛。你叫一句爸爸，我就给你，好不好？那叫一句妈妈，那我拿走了。你叫一句爸爸，喂，听到没有？叫一句爸爸。你就欺负我不会说话。你看，我让你叫你就不叫，我不让你叫你就叫个不停。快点，你叫一句爸爸我就给你，就不叫，不叫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